阿嬤，阿嬤，在你眼里，我是一只猪吗？不是。那为什么要一直喂我吃东西？好了，吃点水果。吃完水果又要吃饼干，吃饼干完又要喝牛奶，又要喝豆浆，弄完之后睡前要不要再来一点水煮蛋？不是，晚上不要吃太饱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歪理，你讲得出来？阿嬤，阿嬤，在你眼里，我是一只猪吗？不是。那为什么要一直喂我吃东西？好了，吃点水果。吃完水果又要吃饼干，吃饼干完又要喝牛奶，又要喝豆浆，弄完之后睡前要不要再来一点水煮蛋？不是，晚上不要吃太饱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歪理，你讲得出来？